房田居、两房，70平方米，房子设计客厅跟主卧合理。小区最大的优点是楼下有3条地铁线，4号线、7号线、10号线，离福田口岸只要1个站，时间仅需2分钟，港人往返非常的便捷。紫光明苑，这个是一套一房一厅的房子，采光呢非常明亮。我们楼下呢就是福民地铁口，它这条地铁呢是3地铁交汇的，所以交通呢非常方便。这套房子面积是41.38平方，下楼右拐呢不到100米就是它的学校，这个学校呢是9年一贯制的黄冈学校。小区下楼不到20米呢就是一个小区的一个社区公园，它的居家非常舒适。坐地铁到福田口岸呢也只有1站之隔，临近那个深港创新科技合作区，未来的一个潜力是比较大的。